是 THE9 成员虞书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E9 成员赵小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E9 陆克然。那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要做什么事情呢？要录我们 THE9 的团综。还要做一个就是邀请卡。邀请谁呢？邀请嘉宾呀。那我们就开话吧。来，就是说有什么想法呢？我觉得非日常 party， 那我们肯定就要非比寻常，不如我们就在写邀请吧。可以，就这么办。来吧，我们一人写一段好不好？因为我也想展露一下我的笔记。那你来写。好，那你来说吧。哎，你那句话怎么唱来着？哪个 ？Let's party tonight。来加入奇思妙想的红。那来加入什么？来加入奇思妙想。不用唱鞋。来，奇思妙想的派对吧。妙想的派对吧。你来润色一下。就是给你加点，就是说。哎呦。我们用我们的镭射吧，镭射呢就是蓝色、粉色、紫色的那个色系，黄色就不必了。黄色我想画个太阳。给我们带来，我们俩的歌单又凑一块了。太阳，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，照得我们心里的样子美丽可爱。来爱心画个爱心吧。来我来啊。不是你这太过了。看一下。很有诚意的那个爱心啊。哎，你要不用这个紫的，然后你这样子三个叠在一起画个闪电。这样子。有什么画？那你来。好吧。放个闪电啊，雷射嘛，我们的。你在这里再放一个这个对称的，就代表这是我们的那种心电波。我们就看到嘉宾，我们加速那种。我们画点party， 再画点 champagne， 不会画点那种小元素。你这是啥？爱心。那这个呢？爱心点缀一下。我画一个。这咱们外面就加点那个，加点这个黄的。爆米花。完蛋了，我派对的队写错了，是这个队吗？的派对吧。那我等一下。你们不要吵我，我现在很着急。小学学的，我们现在是课桌嘛。好啦 ，Welcome to our 非日常派对。希望大家要快乐哟，不要嫌我们太吵，我们会对你很好的，这是我们的家。